闽南话，爆米花应该怎样讲？怎样写？米汤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：爆米花，一种将米干烧，使其膨大松散，然后加入糖浆使其粘合，再切成块状食用的传统食品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